热哦。哎，对了，哎，啊，明天端午节人家有没有要干嘛？端午节？对啊，端午节人家有没有要干嘛？不知道干嘛。啊，没有划过龙舟吗？没有，当然没有啊，都是看电视上。有，我想到一个不错的。什么东西？啊，不然我们明天自己去制作一个龙舟，然后我们下去实测，龙舟，好啊。龙舟啦，龙舟啊，可以啊，龙舟要不要？明天实测吗？对啊，我们明天今天晚上睡饱一点啊，我们明天一大早去实测。嗯，要不要？可以啊。好啊，那就走喽，要不要？可以啊，共赞。设计一艘超屌的船，好 ，OK，OK、okay okay、吧？可以啊。好， okay， 那我们今天就睡饱一点，然后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去实测。好。大家早安，现在早上七点，他们还在睡。起来了。干嘛？造船啊！我造船。耶、yeah! ！好啦，悠悠，昨天就跟你说了，今天要带你来深山打造我们的龙舟。没错，我相信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一片风景，一定也跟我一样深入其境。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我觉得是不会有人发现的。没错，好啦，那就是我们要应景一下端午节。那端午节我们就要来制作我们的龙舟，打造我们的龙舟，那专属的秘密基地，打造我们超屌龙舟，请你们大家拭目以待。Let's go！5个小时时光，我们终于把我们龙舟打造了非常的完整。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士林的内装机，准备下水实测。好，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车里面的内部，非常的豪华。好，我们先改造这个第360度风火轮的船舵，急速转弯。对。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旅途比较遥远，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杯架。对对，非常豪华，导航架有没有？酷吧？通往现在指南针根本没有用，我们就是直接用导航，就是通往伟大航道必备的导航架，时代在走，对，科技要有，对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动力马达，涡轮马达啦，看到没有这个转速，等一下我们会直接喷走，对，小心点，不要把它拆掉，划龙舟一定要有的船桨，对，控制方向，才会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们这艘龙舟，我们把它取名为“饲料梅利号”。我们等下就下去实测吧。可以是，可以先上去。现在，可以上了。好，我看起来是还。上去吗？对，你先上去啊。看起来是还可以哦。对，还会倒车。我鞋子要脱吗？这边有救生圈，你掉下去，我们会马上救援。你先帮我。防护措施。好，下水，我们要实战经验。哎，有，你要先帮我固定好，你要小心点，可以吗？那感觉是可以哦，我先一个人滑滑看 ，OK OK。哎，下面小心，先帮我轻轻往前推。OK 可以耶，哦，好晃哦，OK 吗？感觉是可以哦。你滑过去，没有，你要用一只手控制方向啊，你用一只手滑。好。哦。没有前进啊！你为什么感觉进去了？先把我拉回去。
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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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来来来来来来直接逗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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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好那为什么外面前早准备第二位乘客哦我有点晕船了哈哈哈哈哈哈被踩烂被踩烂不急啊哎推我们推我们哎等一下你屁股屁股往后推进水了啦我没有进水没有进水有啦有啊进水了进水起来不行不行不行两个人紧急危机两个人不行啊快点先把它拖上岸先回去拖上岸快点不要用拖的用抬的你先起来你先下来好各位现在换第二位我们的悠悠第二位乘客开始非常帅气出航了出航了 go 看看我们等下来比赛好不好看谁先滑到对面哎滑去中间啊看我紧绷了我跟不上你了哎、欸、你的轮胎掉了哎胎掉了我转向刚刚那个翔也没办法转向嘛他太弱了而且他还把轮胎撸掉这样子等于是我们龙舟非常成功伤起来伤起来享受大自然你看哎进水了快点起来下去了下去了我们的船哎我自己还要拍哦快点你快点先救水先救水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幸好我们防水做得好我们有防水我们有喷那个防水我们有喷防水喷雾你们看到这个都不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他的汗我刚刚吓到漏尿吓到漏尿是吧自然溺水哎他倒下去我们刚刚接获一则通报说在士林内双溪这边有一位同学溺水所以我们要就近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哎我同学耶刚刚我们有接获通报说有一位同学在这边溺水你们发生什么事没有啊就我们刚刚制造一个超屌的船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们成功了那是我们制造的龙舟没有错我们花超长的时间制造这个龙舟超喜欢超棒而且很 nice 里面的内部装潢有导航系统可以让你从内双溪直接滑到淡水河没错、啊、跟你一起来的那位同学呢哎、欸、他在那里、哎、我们去救他我来救你了好了没来了来了来了他来救你了大家听不进去了我的妈哎哎林志明你的手机哎谁的在口在我口袋你怎么那么白痴哎我想来赶快上来应该还可以八步防水我是防水啊，别！赶快把你同学救上来，顺便实测手机的防水系统。我想说，怎么口袋少一只手机？哎、欸，你不要把船拆了，不要把船拆了，船快拆了！没有，我的游泳很强。我说船不要拆了，你跟我说你游泳强。救我，大哥！先救手机，先救手机。我已经坚持上来了，我还在那边游。我们现在上岸了，然后我们刚刚实测下来，结果就是两个人。我们打算原本是两个人去滑，可是两个人就直接渗水，没办法，太重了。对，改成一个人，但是身体上还是行得通的，是真的可以浮起来。我们是成功的，对，我们是成功的。这个实测大功告成，算是成功。对，一个人好好滑的话，应该不会弄到那么烂的、啊。我们内部装潢非常好哎。好，我们等一下运营一下，就先吃个粽子，然后休息一下。好，我们有没有这边啊？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刚玩太黑了，很多画面没有拍到。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拜拜！这是只有神经病才会在这个正中午的时候在这边制作这个。没错。这树荫啊！完成喽！好小、啊，黄金美丽号。来，我们这样。
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可以啊，我们传声划桨啊，船桨是船桨，对，应该先铺胶那个塑胶袋的。